忙，我买菜回来了，你来帮我洗一下菜吧。不洗。你下班回来就知道玩游戏，你离开手机会死啊！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有啊？我下了班玩游戏怎么了？今晚你自己做饭。你在这干嘛呢？别提了。你这买的什么呀？这个呀，是给我老公买的礼物。哟，那么甜蜜啊。你这是和你家那位吵架了吧？走，去我家吃饭去。走吧。建东。哎，六六，子晨。快坐，快坐。我去给子晨倒水。不用啊，子晨今天在家吃饭呢。欢迎，我今天做了很多好菜，我还担心我们两个人吃不完呢。建东，这个是给你的礼物，快看看。好。游戏手柄。真好，谢谢你啊！啊，我去给你们端菜，今晚上好好庆祝一下。六六，你怎么还要给你老公买游戏手柄啊？我家那个整天就来玩游戏，气死我了。你怎么那么支持他啊？子珊，男人工作压力大，玩玩游戏很正常，偶尔宠宠他，就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，总比出去跟那些猪朋狗友喝酒赌博好得多吧。再说了，投其所好，拴住他的心，就不怕别人连进来踩一脚了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六六，你说的对，还是你会生活。夫妻之间，合字最重要吧。漆黑男女用心创作快乐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六。喜欢我们就关注七点半，每天与你不见不散。